吧。啊，把进气阀打开，左右进气打开，左右气压关闭，中控阀打开，中控阀，总进气关闭，这个中控表打开。然后开始抽真空了，调调这个红针，调到大概五的样子，多一点点就可以。抽真空，抽真空了啊！啊，到这个位置。再启动低压水，真空阀关了以后再，真空阀关了以后再启动低压水。大概就是到五的样子，它就会自动就会停，还不止到六七了，因为这个刚才后来我加了一下。过来了，按第一个，这里有一个线，红线过来，这就是保压时间，保压时间可以设的。是两个画面，有一个上，有一个下。你不是有那个遥控吗？